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门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。神父早安。在12月8号，当我们庆祝圣母无染原罪的那一天，在12点到1点钟，叫做恩宠圣食。在这期间，我们在恩宠圣食，圣母也天主透过圣母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向天主要求什么，只要没有违背天主的旨意，没有违背天主的旨意，天主一定会福音我们的祈祷。在今天，若望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去求，天主一定会福听我们的祈祷。按照天主的旨意，很多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、我们自己的旨意、我们自己所要求的去求天主。现在我们大家人最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你因唯一圣子的降临，使星光普照大地，求你赏赐我们，正如他曾借童真圣母的孕育，取了人类的形体，生活在我们中间。同样的，也使我们将来在他恩宠的王国中，同享荣福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阿门。恭读《圣若望》一书。亲爱的诸位，我们对天主所有的依事之心，就是如果我们按他的旨意祈求，他必俯听我们。我们既然知道我们无论向他求什么，他必俯听我们，我们也知道向他所求的必会得到。谁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，就应当祈求，天主必赏赐他生命。这是就那些犯了不至于死的罪人而说的。然而，有的罪却是至于死的罪。为这样的罪，我不说要人祈求。任何的不义都是罪，但也有不至于死的罪。我们知道，凡从天主生的就不犯罪，而且从天主生的那一位必保护他，连那恶者也不能侵犯他。我们知道我们属于天主，而全世界却屈服于恶者。我们也知道天主来了，赐给我们理智，使我们认识那真实者。我们确实是在那真实者内，就是在他的子耶稣基督内。
他就是真天主和永远的生命。孩子们，你们务必要远离偶像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喜爱他的人民。上主喜爱他的人民。阿肋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欧唱新歌，在圣者集会中向他祝贺。愿以色列因他们的创造者而喜悦，愿西庸子民因他们的君王而欢乐。上主喜爱他的人民，愿他们舞蹈称赞美他的圣名，愿他们击鼓弹琴向他歌咏，因为上主喜爱他的人民，把胜利赐给谦卑的人。圣徒喜爱他的人民，愿圣徒在所受的光荣中喜庆，在床榻上欢呼高咏，愿他们的口充满颂扬天主的歌声，这是他所有圣徒的光荣。圣徒喜爱他的人民。阿肋路，阿肋路，阿肋路亚。赞美天主。天主在古代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借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，但在这末期内却借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。赞美天主，阿肋路亚。天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若望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在加利利亚的迦纳有婚宴，耶稣的母亲在那里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邀请参加婚宴。酒喝光了，耶稣的母亲对他说，他们没有酒了。耶稣回答说，母亲，这与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的时候还没有来到。他的母亲对仆役说，他无论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。在那里放着六口石缸，是供犹太人行取节礼用的，每口缸可盛两三桶水。耶稣对仆役说，你们把缸灌满水吧。他们就灌满了，直到缸口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现在你们要出来送给宴席的总管。他们便送去了，总管尝了水变成酒，他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舀水的仆役却知道。总管便叫过新郎来，对他说，人人都是先上好酒，等客人都喝够了才上次等的，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。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奇迹，是在加利利亚的迦纳行的。他显示了自己的光荣，他的门徒们就信从了他。这事以后，他和母亲、弟兄以及门徒下到克法翁，在那里住了几天。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多少密码我们要背的？好多。如果我们要出去，我们用的行李用有一种那个锁是用密码的，我们一定要背，要不然我们就无法打开我们的行李。进房间也是，有一些房间是用密码，你按几号几号才那个房间才可以开。那在电脑，我们现在呢用了 Facebook 啦、推特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，连你要打开你的电脑也需要密码。如果你忘记了，你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就是跟电脑就什么都不能操作你的电脑了。你也可能是没办法打开你的 email， 没办法打开你的 Facebook， 没办法打开你的 Twitter， 因为你忘记了密码。密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在罗马福音，我们说罗马福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，很难去了解，很难去读。但是如果我们想一想，若望福音里面确实有一个钥匙，那这个钥匙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圣母给这些的仆役。圣母跟耶稣讲了，他们没有酒了，耶稣就跟圣母说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跟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了？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就这样的，圣母没有再问他说，我可以告诉他们准备水吗？那你可以来行一些吗？没有。虽然耶稣明明的说他的时辰还没有到，圣母就去告诉这些仆役说，你们把这水那个水，这些你们要把它那个灌满水。他们就这样做了。那耶稣来了，他做了什么事情？他没有复仇，他什么都没有，没有说在那边特别的祈祷，天主求你降服这个水要变成酒，他也没有这样做。他只是说，哎，你们把这个水舀出来送给总管，看看他会怎么样的。他喝了，总管喝了就知道这个是上等的酒，上等的酒。奇迹发生的是因为圣母告诉仆役们，他无论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要做什么。这个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要了解若望福音里面的主要的钥匙。他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要做什么。但是这个呢，假设了后面的有一些，我们要先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先要聆听天主向我们说的话。聆听是非常的重要，我们才能去做。我们聆听了以后呢，我们要接纳他所说的话，他所说的话我们接纳，这个还不够，我们要相信他说的话，这个必行。那我们已经聆听了，我们接纳了，相信了，这个还不够，我们要去做，要行动，把我们所听到的放在我们的生活上去实行，才可以有结果。所以刚才的仆役们，他们听了圣母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这么做，他们听了，他们相信以后呢，他们就去做了，把那个水缸装满水。所以在圣经，在罗马福音里面的有很多很多，全部几乎全部谈要听，谁听了会得救，谁相信了，谁接纳了，接纳与拒绝，这个是我们听到在那个罗马福音的第一章。他来到他自己的人，但是他自己的人拒绝不接纳他，这个就是以后呢后面的，谁接受了，谁去实行了，他们才有得救恩。我们这个是第二章，后面的第三章、四章、五章，我们看到的这些都是一个例子。他们是否成功的接受了圣母所交托的这个钥匙或否？他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了，或是他们拒绝接纳？
这个是在从第二章后面我们可以看。比如说耶稣行了奇迹之后，还在第二章他就上了耶路撒冷，洁净圣殿。为什么洁净圣殿？是因为在圣殿工作的这些人，他们没有接受天主的旨意，他们没有聆听，没有相信天主的旨意，他们没有结果实，他们把圣殿当作什么贼窝。所以耶稣就来洁净，等于说他停止圣殿的运作。第三章耶稣遇到尼哥德莫，尼哥德莫在晚上来找耶稣，但是在第三章我们看到尼哥德莫就离开了，好像他对耶稣所讲的不太相信，无法接纳。但是我们看到尼哥德莫有发展，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七章他出现，他为耶稣伸冤。在后面的第十四章，耶稣从十字架写下来的时候，他跟若瑟阿里马特亚公开的把耶稣的遗体去埋葬，而且他带着那个香料，大概有60公斤左右，这个是表达出他对耶稣的信仰。他成功的把圣母手上所交托的那个钥匙放在他的生活中。第四章我们看，当耶稣从耶路撒冷往北的时候，他经过撒玛利亚，在撒玛利亚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撒玛利亚妇人在正中午的时候来提水。为什么选择就是正中午？因为他是被拒绝的，他生活在边缘的，他是一个公开的罪人，他怕遇到众人，所以他就选择就是在这个时候跟耶稣谈话了。谈了以后呢，这个妇人就有很大的改变。本来他害怕众人，但是到最后他走向众人，他本来是一个罪人，变成是一个传教士，把耶稣 的讯息告诉他自己的亲民。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成功的抓住圣母手上给她的，无论她吩咐你们做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要聆听，要接受，要相信，以后呢，把天主所交托给我们的放在我们的生活上。所以这个就是钥匙，为了认识了解若望福音里面的若望福音，无论他吩咐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去做什么。我们呢，我们是否真的是把圣母交托给我们这个钥匙抓住呢，放在我们的生活上呢？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于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奉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恩人之心的安慰者的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，
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教会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以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天主圣子，这就